泼水节我们尽管没过过，但是必定也都听说过。我国的西双版纳就有这样的节日，这个节日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，在东南亚也有很多国家会过泼水节。乌克兰这个国家尽管在欧洲东部，但是也有过泼水节的风俗。在乌克兰的利沃夫，泼水节是当地的传统节日，很多游客慕名而来，而有美人向你泼水就能带走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乌克兰利沃夫的泼水节是举办在复生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，这一天当地的青年男女都会来到街上一同参加这个节目。很多的我国男同胞为了一场跟乌克兰美人的邂逅，都会挑选这一天来利沃夫旅游。乌克兰是世界上有名的美人最多的国家，身材好，长相也很香甜，性格非常的热情。如果有我国的游客来到乌克兰，他们是很欢迎的。刚来的游客如果不了解，可能会被他们的热情吓一跳，这和我国女孩是有很大差异的。乌克兰女性是比男性多的，女孩们就非常的豪放，在泼水节上有喜欢的男孩子就会用水泼他暗示，男孩想表白女孩也可以泼水暗示，有人向你泼水就代表对你有好感，就可以美妙的约个会了。长得越好看的在泼水节上往往都是最惨的那一个，不过泼的水越多就代表受到的祝福也就越多，所以在此小编祝我们早日脱单，有机会去尝试一下，说不定梦想成真了呢。